三天起呢？三千零三。拜拜，我的三千零三，我是公关列车长的，2011年6月17号，那个瑞芳的21:09所拍摄的是。41次之本发车将花花东线往树林的一用三千行驶二辆编组3003的批弹豆腐藤号新城际自家列车，以及7531次1312单链头加速解十扎头车列在瑞芳站通过了41次的三千行，终于顺利的通过，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